斯萊爾按摩頭療 SPA， 呢間係江下鎮嘅，環境好舒服，我推薦俾大家。咁交通亦都好方便，由呢個深圳坐地鐵去只需要13分鐘就到達，一出呢個出口行50米到就到達呢一間斯萊爾按摩頭療 SPA。
睇完呢个广告系咪有啲心动呢？咁其实佢个价钱呢都系200多元，亦都有好多套餐服务嘅。咁如果大家喺呢个大众或者呢个美团购票，仲有优惠添。咁由呢个罗湖去江夏镇咧，只系需要13分钟嘅啫。咁啊，票价咧就系、单程系3元，如果我用呢个深圳通咧，2.8元，学生就1.5元啦。吓，单程系3元，长者就免费嘅。咁喺江夏站嘅 A 出口转左手边直行，行大概50米到，你会见到呢个彩虹大厦。咁我哋搭 lift 上28楼。咁嚟到呢个彩虹大厦，其实已见到好大个牌，写字斯奈尔吓，28楼。咁当日拍摄见到呢两位港人咧出嚟咧，用广东话讲，哇，好舒服，好舒服，搞到我都心郁郁，都想试下。但系当日我只系去拍摄，咁啊留待大家去试下啦。试完之后咧，俾个留言我咯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